大家好，我是拿岩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资讯一百秒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争吵来自于不理解啊，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单身狗无法理解老司机为什么一杯奶茶就能拥有女朋友啊。南方的同学无法理解北方同学被冻哭的感觉。那一到天冷的时候啊，恨不得把自己裹成熊啊，尽管你不情愿也由不得你啊，除非你想感冒进医院。那现在呢，设计师设计了一款 Torch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Torch 是一款衣物加热垫，它可以在任何外套当中使用。有了它呢，就算是寒冷的冬天，你也只需要穿一件外套就可以轻装上阵，狂秀身材了。它是一个靠电力驱动的暖宝宝啊，由于带有尼龙搭扣。Torch 可以被固定在任何外套的内部，只要给它充满电，它就能够在你外出行走的时候给身体加热。Torch 配备了一块2600毫安时的锂电池，续航时间呢大约是5小时，拥有4种加热的设置，3个加热垫，可以对你的后背和前腰躯干进行全方位360度的加热，可以在身体3个位置进行加热以保持温暖。其本身呢十分的纤薄，不会让外套产生鼓胀感，柔软的材质呢也保证了穿戴的舒适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，当你把尼龙搭扣固定在衣服内部之后，它们是无法被再次取下的。想要在其他外套上使用呢，你就必须购买更多的搭扣啊，这也就是第二个 Torch。目前呢还是有待改进的。Torch 目前已经上市了，售价呢只要89.9美元起，约合人民币600元。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。想象一下，在寒冷的早晨，你穿着一件秋天的风衣出现在女神面前的时候，在她冷得不要不要的时候，为美丽动人的她披上这件带有体温的外套，那剩下的故事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？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新鲜资讯，请关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和全新的资讯一百秒官方微博，我们会为你持续奉上。